Aloha， 大家还好吗？敌方英雄消失，行动。有钱捡呐！嗯，他好像不太会。他是不太会的那一种啊！兄弟们，稳了稳了！他是不太会玩的那种啊！立即撤退！冰块炸弹！你要不要出来帮忙？你在那边蹲那么久，出来打一下。雨加雪的滋味如何？好险好险！干这沙诺斯是不会玩的。保护我方防御塔。来点冰雪。敌方英雄被击败，漂亮。 OK OK， 赚爆赚爆，嘿嘿嘿，还好啊。敌方英雄只是氪金，但还不会玩角色。雨加雪的滋味如何？太好了太好了，这样就稳了，这样就稳Nope。 这个位移，哦，他解好快哦，他控场解超快的，啊，那个大兵到他就死了，应该直接丢的。立即撤退。他可能有带那个解控的那个核心呢。来点冰雪，保护我方防御塔。撤退！你的发射什么？被击败！冰块炸弹！早知道带重创了，带重创比较好杀、啊，麻痹都没用到。去！雨加雪的滋味如何？准备集合！啊，带错了，带错了。血流欸，但是你知道吸血流还是要死吗？他不知道哦，没关系，不知道就算了，他现在知道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吸血流是不是看了我的影片？完蛋了完蛋了，直接立马就用了吸血流欸，是不是偷看了我的影片？并没有。开始进攻，防御塔被摧毁，英雄现身。来点冰雪，冻住吧你。Hello， 要穿过去，知道吗？穿过去，他的二技就飙不到你。虽然也不重要了，这也不是很重要。我先出电弧反应堆啊，这两个装备绑在一起是很实用的，反物质炮加上电弧反应堆。敌方防御塔已被摧毁。蛮多法师都可以这样子去做标配的，会比较稳定，有血有续航力。哇，什么都有了。雨加雪的滋味如何？我还想说，现在国服没有角色可以打沙诺斯，哎，好险，好险！
先不要了。哎呀，猫咪在打架，等一下。雨加雪的思维如何？敌方防御塔已被冰起来，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还好我们理解沙努斯的技能组，他这样是威胁不了我们的。你在拉嘛，直接把你冰爆。雨加雪的滋味如何？猫咪在叫啊。冰起来！无人能敌。来点冰雪。我方出动超级军团，敌方防御塔已被摧毁。哦，这个包自己包的漂亮哦。快炸弹！完了，这三个是完全没什么功能。冰起来！哦，这个无敌，反应有哎，反应有快哦。哈哈，他也是狙的蛮准的。他想绕一圈来弄永度啊！移动，来点冰雪。我呆。才六块。我方英雄被击败。我方英雄被击败。快炸弹！再一次。超神之力，把兵推一推吧，应该可以结束了。无人能敌，邪虐。冻住吧你！超神之力，好险好险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沙努斯登场啊！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，还以为这把要爆了呢。还好是只抽不练，但这个有如果有练起来，但真的整场就给他一个人打就好了。还好是只抽不练。吓死宝宝了！吓死宝宝了！又 K 旅了一把，有没有？全场输出最高，国服的兵人伤害明显的是比台港澳高很多，我还蛮喜欢这边的兵人的。